介绍，我姓詹，詹六的詹，玉字旁的宛，如果的，然后大家都叫我宛。那呢，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在参与这个盛会呢，我们大家真的都是有缘，真的因为有缘，所以我们能够走进来，然后呢，参与这个温馨的这个地方。其实呢，我们能够坐在这边，都是因为有一本书叫做《超级生命密码》。那因为这本书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地图，然后呢，也因为这本书呢，能够让我们遇见一生的导师，一生的恩师，就是太阳圣德导师。如果没有因为这位老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真的未来的路。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就算我刚刚下班，然后走进从捷运走过来这段路程，这过程当中其实真的会不自觉的哽咽，不自觉的掉眼泪。像刚刚如同那首歌所说的《太阳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每天呢都沉浸在幸福跟爱与感恩当中。当然呢，这本书里面呢讲很重要的两种密码，就是爱与感恩。那其实呢，像我们往往以前年轻人是不是都被人家叫做草莓族？那我相信，不管就是家里面是不是有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被冠上这个名词。可是当我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我发现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可能之前呢都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改变，而透过超级生命密码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真正可以解决的这个方法。那就是等一下呢，只要呢你们愿意打开你们的心门，因为我相信这边应该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朋友吧。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吗？哇，我们再次的热烈感谢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朋友告诉你有这本书，那可能因为拿到千年之约，可能因为拿到疗愈权利。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之前呢，我们也都会去分享结缘书，也就是千年之约与疗愈权利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拿起这两本结缘书。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各位呢真的非常的棒，因为而且又能够走进来，这个缘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相信呢，如果大家呢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就如同刚刚太阳的祝福，你已经有了祝福在身上，自然而然你有很多烦恼，有很多不开心，有很多抱怨都可以解除。那其实我以前呢真的不懂得如何去做感恩，因为呢就是我们都会讲口号感恩与爱，可是你会发现说到底要如何去感恩，到底要如何去爱。老师就教我们如何去做我们要感恩。当我每天呢睁开眼睛一刹那，是不是张开眼睛就应该要感恩？对，是不是起床是有床可以睡可以感恩？对，是不是刷牙不会流血是不是也要感恩？对，是不是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一直到进公司，然后能够下来这边有椅子可以坐，是不是也值得感恩？有这么棒的一群人，有这么好的音响设备，有这么棒的志工，是不是都应该去感恩？对，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小地方开始慢慢去做起，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有所不同，也会因此呢改变你自己的生命地图。所以呢，接下来我就会邀请几位朋友，就是分享一下他接触超级生命密码过程当中他们的改变与突破。那首先呢，第一位呢，我们先邀请这位美女。其实呢，我觉得只要看到她，没有一个人不会喜欢她。对，可是才听她分享，才会发现说，原来她生活上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遂，感情上那么的一点点的不顺遂。工作上也是，但是呢，当他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那种突飞猛进的改变，其实呢，我们真的好好值得我们去聆听。那接着呢，我们请我们的 Annie 大美女。大家晚安。晚安。很开心，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那我就接收了这个第一个任务，要跟大家做分享。那我相信大家都还沉浸在过年放假的气氛当中吧？对。那如果可以，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你们觉得好不好？好。那其实以前我的个性呢是属于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的家庭就是父母今年的常年的在吵架，所以呢我们家呢就是没大没小，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所谓什么兄友弟恭这一类的，所以每个人都讲话也都不是太客气，不礼貌。然后加上因为我妈妈她因为婚姻的不顺利，所以她有很多积怨抱怨，所以呢她只要脾气一来，我们全家大小大概就要倒大霉了。所以呢在那个环境下，其实就经常会觉得
心里非常的恐慌，然后不安定，然后到后来就是常常睡觉的时候是出着力在睡觉。大家可以想象睡觉应该是很放松的，可是因为你很紧张，所以你会出着力在睡觉。那到后来就是说因为家里这样的关系，我就会开始想要逃避，所以我不想跟家人有什么互动。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我开始上班工作了，我就是把钱给他们就好了，反正他们要什么钱我都出，但是除此之外我不想跟他们有太多的这个就是互动。那后来就是我的生活呢，除了工作之外，我就是排很多的活动。我的假日啊就是会很夸张，就是说月初我就已经把整个月底就到月底说 schedule 都排满，就一定要去哪里玩去哪里玩，然后到处吃喝玩乐，不然的话我就是会觉得很恐慌，我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独处。每次呢玩完回家之后，我的心里是非常的空洞，我的心情马上又掉到谷底。其实是心里的能量不足嘛，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你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个都是短暂的。所以各位真的要很谨慎，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常常觉得提不起劲，然后没有方向，很迷惘，这个绝对都是因为能量不足的关系，没错。所以各位要特别的那个小心，要好好的看书。那在后来就是我的工作的部分呢，因为你要想我的情绪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在工作上也使不上力。那因为我又是当业务的，可是业务应该是要很有 power 很有冲劲的，对，可是我并没有，所以每天就被定啊，就是业绩不好然后被定，所以自己是负能量，外在环境又是一个负能量，整个加总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负能量。所以每天都做的真的很痛苦，可是又为了那份收入，因为那个收入可以给我稍微高一点的收入，我必须要给家里，所以我就不得不做下去。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当然每天都是非常的不想去上班。然后再来后来我因为有一段感情其实已经结束很久，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很多很多年的时间。那后来我当然其实一直想改变，其实我一直非常想改变，所以我使尽了各种方法，我看很多书，然后我也接触很多的宗教。所以在那样的摸索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生命心灵其实都没有什么提升，然后不好的事情还是一直在发生。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大哥他给了我一个信封，然后里面就夹了一本黑白色的疗愈权利。其实这大哥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因为有人把这个书放在他的机构，然后他只是夹在那个佛卡里面，然后就给了我。那幸好那一次我有把那个信封打开，其实如果我没有打开，可能因此就错过了那个疗愈权利。然后我就自己去上网去 Google 这个书嘛，那时候也会担心被骗啊，因为不确定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嘛，所以就 Google 之后觉得哎，就是一本书嘛，那我就买来看看应该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我就把它买来之后，后来我就去参加老师的那个讲座。那在那一次的讲座，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建立。为什么？因为那一次的讲座好几百人，然后有抽奖，然后我这个人又很喜欢被抽到，就是有礼物嘛，我们被抽奖到抽到应该都会很开心，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抽到那个太阳星语一本。哇，对，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好像几百人吧，应该六七百人，然后我被抽到，我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那么幸运？所以我就决定自己要好好的试试看，所以我就开始去参加就是各地的读书会。那在读书会当中，我也发现说，原来这个书所讲的真理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是真的要运用到生活里。然后再加上就是学习那个心法之后，我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很轻松，因为以前我会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其实我是呼吸不到空气的，我常常都跟同事说我觉得我这边好闷，就是我是吸不到空气的。可是自从我开始做心法之后，我就觉得突然间我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然后我的心情是变得很轻盈很轻松。那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可是我的心情是非常好的。那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一年半，我的心情都是非常的轻松的。所以表示这个能量一提升，真的你的整个情绪就是不一样。那情绪一变好之后，你在工作上会不会更好？会。对，那我跟客户呢的应对进退就变得更加如鱼得水，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一些灵感，那就变成说跟客户的互动更加的迅速，就能够成交。所以在去年度呢，我的这个整个工作啊几乎是以不可思议的成长，就是破了一个我自己的记录这样子，所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很感恩天地。
那再来就是说，我现在也不用一直用很多活动去填补我自己的这个时间。那我跟家人的关系也因为看了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真的要看蔡礼旭老师《弟子规》，因为之前我的心会对他们有一些怨恨，有一些积怨，我会觉得为什么身为一个妈妈是这样在对待自己的小孩。可是因为看了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之后，心情会变得比较柔软，我会开始学习去感恩，然后去找每个人的好处。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辛苦的那一面，只是说他可能不太会表达，那我就开始去释怀了。那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也更加谨慎，然后跟兄弟姐妹的这个互动也慢慢去调整。当然在家庭的这个要改变没有那么容易，我也是经过了这一年来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始有些微的好转。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这个系统让我心能够柔软下来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那个今年生日啊，我就是鼓起勇气第一次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感谢他们就是生我养我，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突破，所以我就这么做了。你知道我以前生日是连续庆祝五天的那种，哇！就每天因为你很空虚，所以你要一直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吃饭喝酒这样子。那现在都不需要这些了，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超级生命密码让我就是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那在我们这个系统，我们也不是变魔术，你要什么要自己耕耘。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有一颗真心，然后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去落实。当你能量提升，所有的你所求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求自得的。那所以在这里也真的很鼓励各位要好好的做实验，谢谢大家。非常谢谢那个安妮的分享。其实呢，透由她的分享，我可以看到说，其实呢，安妮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那如果呢，要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点一开始都会觉得说，那个不关我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认为，但是我发现呢，他呢透过《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然后让自己自救，本来是非常虚华的生活，然后让自己呢变得就是如何充实。因为其实呢，不管就是在玩乐或是一些一直打扮外在的一些努力，都没有办法填补那内心的空虚。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以前也是靠玩乐然后熬夜，相信草莓族的话应该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呢，透由超级生命密码，你真的走进去，然后打开心门，然后接受太阳天地的祝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你很多娱乐的事情你都不会再去想，你会想做的就是为天地做事。而且我觉得看到他的改变，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幅度改变。而且他刚刚有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参与读书会，他愿意走出他的家门参与读书会，然后他愿意自救，然后他让他的生命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开始改变，从他的工作，从他的一些家庭各方面，其实呢这本书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去自救，透过方法。因为我们其实以前都没有方法，而且我也不晓得原来有这样子这么简单的方式。那接着呢，我要介绍这位第二位的朋友。那其实我听到这位朋友他呢是缅甸来的媳妇。刚刚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他说原本啊他的先生啊也是非常的不认同，然后呢可是到他现在呢愿意走进来，然后跟他一起参与这样子的分享会，其实我觉得已经对他来说已经有大大的不同。而且他说呢，他的目标他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到缅甸。哇，是不是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天地一定会给予他祝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嘉秀来分享一下他对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些改变。谢谢。老师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有一点紧张。如果我讲国语讲得不好，请大家多体谅。其实我国语是到台湾才学习，因为我在我们家乡那边是很少讲。我要分享的就是我的个性，就像那第一位他分享说很理性，我就很相反，我就是不理性的人，感性，对，非常不理性。那要讲到就是要从我小时候，就是我家庭就是大家族，我就是十
十个兄弟姐妹，那我是老幺，那父母就是捧在手掌心的，那我就是很骄，个性很骄，然后很任性，那任何事情都是说我要的都是我要得到的，我只要说我开口就是我要得到，得不到我就是用吵的用闹的用骂的这样子。然后后来长大以后，那我就是读书很笨，就是小学就没有毕业，所以但是我学手艺很快，那我21岁我就当老，我自己就当老板了，变得个性就是说，哎，大家都这样子，我就已经可以当老板了，那我个性更骄傲。所以久而久之长大了以后，成人了，谈恋爱那些就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个性太骄傲，我完全都是那个个性就带到就是从民国87年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带到台湾来。那我带到台湾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婚姻就失败了，后来我现在也是3年多后，就是15年前我就认识我现在的先生，我很幸运啊，遇到他真的，他是比我年纪还小，那他很容忍我，他以前常常跟我说，你的个性哦，还好是遇到我，如果是遇到别的男人了，早就把你抛弃了，我听不进去，他跟我讲什么我就反对，然后我听到听到这不高兴的话，我就用吵的来解决，那有时候我就对他就是说不是用骂的，就是摔下去这样子，然后在背后就是说把他们骂他，包括他祖先啊父母都骂下去，我个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才真的很看不出来哈。对呀，真的要感恩我的，感恩我的老师，也感恩草马，真的，我也感恩我的朋友，把我带进那个草马的系统，真的。刚开始我第一次就是10月20号，我去听老师的一场课以后，我就开始听老师的那个设计剧。我在菜市场里放的时候，那我就说你又被洗脑了。你因为他以前我的个性嘛，他就用那个联想起来，你是不是被洗脑了？后来我就不理他，我就一直听。过了2-3天后，他就有一次他去补货，因为他做小生意，他就回来，他就跟我讲，哎，我等那个红绿灯，突然我就听到你那个歌，我就哼起来那个四句剧的歌。我不看到是想到，对，想到，他有想到，那就是老公在这里啊。对，他回来跟我讲这样子，我就心里震撼了一下，说哇，那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读书会。然后老师也是讲一句说，啊，又来读书会哦，也是感谢那个雅珍姐哦，鼓励我来那个读书会。那我都每个礼拜天都会来参加读书会。那最主要的是，就是说他一直以来都是受我的气。受我的气的时候，然后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他说如果说换成其他男人早就把我抛弃了，那我真的是感恩他是说没有抛弃过。然后还有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我11月20号听老师的课以后，那22号23号不是有老师这里的课吗？24号的时候，突然那天因为他是厨师，他就会有点小酌，就是小喝一点，喝的时候平常他都会也调逗一些东西，那么逗，我不会怎样，可是24号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给他一巴掌下去，那他也在喝酒，就情绪就来了，他就一直踹那个门，那我就去推他，我就说你怎样，后来他又反推我，是我自己，因为你们想一想，我背后有那个化妆台，还有椅子。那当下他推我的时候，我就翻倒下去的，就反下去，我的头这里去撞到那个化妆台哦，我突然两个眼睛就看到老师，我就这样眼睛闭一闭，他也吓到了吧，他马上把我扶到床上去，然后扶到床上去，可是很奇怪，我就一直为什么我听了老师课我变得更暴躁，那为什么会对负能量，一种负能量哦，那以前我的气色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就一直很暗沉。那倒下去的时候，应该是倒下去会受伤的很严重，然后腰也会很严重。可是那时候他还是看到我这样子，他就那像2-3句就走掉了。可是我当下我就跟他唱上，我就跟他说对不起。那照这个道理来讲是，那当下我们两个气头上的时候都会说要离婚啊，什么都要分开啊。那2-3天我们两个不讲话，
正常来讲，意大利个性是以前哦，他我就会觉得是发这种脾气的话，他就会不理我了。那两三天后，他就主动来找我，我说哎，我跟他说对不起是对的，因为他回来了。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是，我真的是个性变了很多。他如果今天他我没有变，他不会愿意给我到读书会。然后老师也是，他是来过第二次，但今天分享会是我是跟他讲一句，我说本来是他做生意嘛，我就跟他说今天是我分享，你能不能陪我来？我说我今天分享第一次，我希望你陪我来。他说好，那把店关起来。哇！所以每天晚上我都会跟他感恩，对他感恩。然后睡前我会跟他感恩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书之类的。我发现他对我越来越好，我们现在的感情，我觉得比谈恋爱还甜。对，好来呀！现在也慢慢的有在看书，虽然说没有进度没那么快，因为有时候下班会累嘛，然后有时候就是睡前稍微翻个几页，可是我现在也有慢慢感受到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正能量，对，所以感谢天主。其实照理来讲是我比他大，我要照顾他，对不对？他都是在照顾我，因为他小我12岁。所以说我现在珍惜这个老公，因为可能是以前的个性，因为他的容忍，然后现在我接触到草马，然后让我改变。真的，老师感恩你，你让我遇到这个系统，真的感恩你，老师。我是不太会讲国语，但我有时候看那个《草履生命密码》，我想说大家很幸运，我有的字我都不会看，我又跳着去，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说这个是什么字，然后我就一直读，因为我小学没有毕业嘛，那我是来台湾以后才学那个，因为我以前在缅甸我是在那个大陆边境那边，我是学的是繁体字，那我是总共学起来只是学了一年而已。中文字只学了一年，那我来这边是，就是看那个琼瑶的以前的连续剧。那后来有一次，对，但是我也感恩琼瑶，为什么？因为有他的荧幕，有他的那个字，我才会学会那些。那我也说，琼瑶虽然说是我把你东西丢了，我还是感恩你，学到那个台湾的那些字，因为字我都不会呀，我才学过一年而已，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超级森林嘛，我也很努力的去学习它。那我可能以前个性是这样子，所以我都没有办法去分享给朋友，因为我交不到朋友啊。我在台湾都是很交啊，现在很多啊，所以所以我就说，我很惭愧，对老师有一个惭愧的事情是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带来，但是我会尽量去发书。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出去？我都会去发书，然后这几天就是过年时间，我老公有开店的时候生意都会好。他一个人，有时候我因为过年时间我会去帮他嘛，那我跟他说，我还想去发书，他说好啊，去了。他都有客人，只要客人还在，那我就跟他说我这个时间想去了，他就会让我去，所以他很认同，说是要我又做任何这只要关于草马的事情，他都很认同，所以支持，真的，所以我今天是没有什么准备，只是说把心里的有一些那些真实的东西来，所以宝宝我感恩你，你我们要永远这样走下去，然后我也要跟我到缅甸到我们去给分享给缅甸的所有的人，好棒，谢谢。谢谢嘉秀的分享。那我觉得真的看到他们是非常的甜蜜，对，真的一招进到超马这个家庭大家庭里面，你们的不管是家庭工作上都会越来越甜蜜，然后越来都会
步步高升。所以当我们搞清楚能量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让自己那么容易去生气，因为老师说生气都很奢侈。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呢透由这本书，透由还有落实弟子规，因为呢弟子规呢是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处事的道理。当你真的去看了弟子规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很多以前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呢都不理所当然，我们都要值得去感恩。所以刚刚嘉秀姐是不是一直在感恩她的老公她的先生？对，而且我看到他们甜蜜的笑容，真的。因为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本来想请她先生上来分享，结果刚好就是她也愿意。我觉得就是真的，如果说进入到这个超级生命码系统当中，真的很多事情呢不求自得，很多事情真的会越来越恩爱。对，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我们的第三棒，那第三棒呢就是请到我们的安璇姐。对，安璇姐。对，我觉得她很棒的，就是其实呢我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呢，她就坐在这个地方，她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好那时候呢太阳升的精彩。我先介绍你一下，就是刚好就是太阳升的老师到台湾来的共修课，然后我就看到他坐在这边，他一脸就是不太清楚老师讲什么意思，到现在发现他写了心得，然后他愿意上台分享，这样子的改变是不是很值得鼓励，是不是很值得去聆听？各位家人好，我姓林，双木林的林，平安的安，闲天上帝的闲，就是闲官的闲。真的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彩荣，他让我改变整个，因为我一直活在恐惧中，每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平常心讲，我女儿都很孝顺，尤其我那个二女儿跟三女儿特别孝顺。我那个二女儿说一直给我要吃什么就吃，要买什么就买，人走就走，人玩就玩了。而且我那个二女婿也真的很孝顺哈。三女儿是在大陆，二女儿是在文莱，那一直叫我回去，可是我真的不想回去。我觉得我在文莱哈是哑巴，又是没有腿，又是聋子，所以我不想回去。那在大陆太冷了，尤其冬天的时候真的冷得不得，女儿都很孝顺，一直要留我，可是我就是不想，我就一直瘦下来，不知道怎么样一下子瘦，而且我身体很不好，我进出医院差不多有十几次，那都朋友在照顾我，我女儿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回去，一回去就不让我回来，因为我不会订机票。那这一次他们带我回来哈，我就溜了。我就不回去，我就把机票放掉。那真的彩荣就那一次我们聚餐嘛，有一次人家请吃饭，公司开幕，那他坐在我的旁边，那有一个是利益，那彩荣就拿了一本那个千年之约给我，那我回家以后我就洗完澡躺床铺上，我就拿出来看了一下，那个时候我房间已经退掉了，因为我准备要回去了。那当我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我的头真的痛到不行，没办法看下去，我就觉得很奇怪，佛经我也看了，什么都看了，有难得到我吗？那 这本书一定有玄机。我第一个感应就是这样子，跟我安闲以后很像哦，所以我马上打电话问利益，我说利益送给我书的那一位人到底是谁，他说叫彩荣啊，那我就开始找我的手机，就看到彩荣，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彩荣我想要上课呢，你们有没有课程？他说有啊有啊，刚好明天是老师的课程，你要不要来上？那来的时候因为都坐满了没有位置了，那我就坐这边挡住人家嘛，对不对？那里面很多人，可是他有一点可以进去。其实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怕，我的害怕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人多我也怕，没有人更怕。真的啊，我坐高铁坐到送医院亚东医院，然后那个医生说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因为平常心讲我胃也有毛病，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不回去，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我不知道，那我就好好待台湾，想要过我的生活。当我接触到超码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你一个人在这边，第一个要认清楚你进来超马你要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又是什么，自己要厘清很清楚。那今天如果你进来遇到什么瓶颈，你要去突破，绝对有的，没有说好事都发在你身上，一定有逆境来，那你要怎么样感恩，不要去忍耐，没有什么好忍，忍到过来你就没有办法忍，反省自己，自己反观自己。因为我一直很顺利，我进来超马很顺利，我说不回去的时候，我女儿譬如说这一些给你最后的钱，我说我不要，我就走，我也很拽，我告诉你对，我就觉得老娘还会赚，虽然我要80了，应该我还会赚钱，结果不出所料，进来超马短短的13天我已经赚了哈，我可以在这边立足哈，啊，我就那边房子退，我马上找房子，还好我很会跟太阳公公沟通，当我开始在送书的时候都下雨哦，我就跟太阳公公说你不要下雨啊，我要去广结善缘，好天气吧，真的3天联系哦，不会那么巧吧，对，而且最近我跟他去刮书一样的同刮书，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给太阳公公有求必应，那我觉得说进来超马第一个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我觉得是很可惜，而且当你要决定要当义工，你要百毒不侵，什么叫百毒不侵，就是你任何委屈你要反省自己，不能吞，没有什么好吞的，因为这个条路是你自己要选择的，要当义工你就要继续走下去，一个不好的逆境来了，就是你要上一层楼的时候你要高兴，你要去接受。我那天跟老师讲一堆，我说老师说你要走下去，我说会，因为老师你的宝太多了，我没有挖稳我不会走我不可能走，还有那个雅珍老公的他的内涵太多了，我要学的太多，那我觉得说很多像那个我们这个管理局很多讲师的宝都要去挖，所以你们不要走，真的很可惜，他们身上你不挖走哈，那是你们的损失，因为挖了都是你的，哪一天我走掉我带走啊，对不对，他们也给我要也要不回去了，那老师的宝更不要讲，一定要挖，我希望大家坚持下去相信，而且我最高兴就是我在台北人生地不熟，我没有什么朋友，那我陌生开发总可以吧，所以我陌生了很多人进来超马，看他们家庭改变，我真的很高兴，他们的改变就是我的改变，他们的好就是我的好，那第一个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家庭，因为17年来哈，我真的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老婆，也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女儿都嫁了，他们都很孝顺，那我最要忏悔就是对不起我的朋友叫黄佩玲，可是我会弥补他，我绝对不会让他失望，我今年应该年底我就会没关系了，会到他家去，会他让他意想不到，哎，安神终于没有说，以前我有讲我不会带遗憾走的，我真的不会，因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把事情完了你才能走，最起码对人家一个基于责任跟一个态度，可是我当初没有那么想，还有对不起家里，所以超马给我说最大的就是让我反省我自己啊，我觉得年底我会去找我的好朋友，我也希望他来超马，那我更希望我把这一套带回去文莱给我的二女儿去，哇太棒了，去分享，我是没办法因为我什么都不会，那我还是留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一直鼓励一些人来当讲师的人，我帮他找人给他、哦、他们来讲师，那我负责找人可以吧，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责任，责任就是我的方向跟我的动力、哦、所以我人做的也只是这样子、哦、那我感恩老师，感恩超马所有的家庭家人，更感恩伟伟，还有那个星月，星月我也要感谢他，真的太多人要感谢了哈。那雅珍跟她老公，真的我还是谢谢你们大家。那我希望你们大家真的要坚持相信，
阿去花书，我每天五点我就到行天宫去花书啦。我每天都背二十本，我要感恩的是大哥，他都帮我背书。对，我很感动哈。像双霞啦，他们家庭也改变了哈，啊，大哥也改变，很多人家里都改变了，就是多带人来，让他们都改变。这个就是我回馈老师，回馈超马。那我会更加用心，更加努力去做我该做的。那你们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24小时都可以call我。没有关系，真的要做义工，要做什么都可以找我，我绝对的。好，我就讲，我说我这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如果工作跟这里给我筛选，我一定筛选这边。那我的工作顺不顺利？很顺利。相当顺利哈，那我就觉得说应该没有问题啊，我会好好在这边。希望你们大家相信老师啊，每堂课都要听。为什么？你会吸收到很多的不一样。一本书，同样一本书，我在家里看一样，可是你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如果上到17章，拜托你们回家还是要再看一遍，把17章再看一遍。那我是老了，我记不起来，可是每个老师在讲的话我都会记3记到5记，管用的我说起来。好，那我就可以写心得了吧，好，对不对？这个就是说一步一脚印啦。好啊，我会更加努力啊。谢谢你们大家，讲得不好还是有什么，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我们都要学习他的有一个精神，真的非常好，就是坚韧不拔，而且他非常的坚持，而且他非常的笃定，他要就是要。所以呢，我就发现说，在他的整个故事过程当中，他懂得转念。像他来到这边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如果他不懂得转念的话，是不是他隔天可能就会回去，可能就不会待这个戏嘛？然后接触认识到这么多的对他这样这么关爱的一个家人们。所以我觉得，如果让自己生活呢懂得去转念，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他人。我们以前呢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会指责他人，不懂得反求诸己，认为呢所有事情发生都是别人的错。我们以前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也跟惯性动作，因为明明自己就没错嘛，其实真的不能理解。但当你呢接触到超级生命码之后，当我们懂得如何去反求诸己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到这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其实是我在去年12月24、25的时候，老师不是有举办那个生活体验营，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他的一点点一小段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是他的故事如果经历在我自己的身上的话，我不晓得我该去如何去解决。可是呢他却透过接触超级生命码，然后透过太阳神的导师呢，然后就让他的生活呢有所改变。其实呢我们正在好好聆听文琪姐的分享。好，谢谢婉如，然后老师，各位全球的超马家人，还有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是11月10号被朋友带来，跟各位一样来分享会，那是第一次。但是当时我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做了一次帮客户去投资所谓圈购的股票。那后来老板就跑了，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客户的钱也没有了，我们家的人的钱还有我自己的钱也没了，钱没了四小，钱再赚就有了。但是我们面临到了接下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官司，侦查组那边他们是说违反银行法，然后洗钱防治法，还有诈欺。那其实诈欺是最小，但是就是洗钱防治法是最严重的。但是我从11月10号接触超马第一次，然后20号去听讲座，我正式开始会做心法，其实是上完2223的身心灵滋养班之后，我才开始会做心法。我就拼命的一直做，很乖的一直做，因为那是我抓到的一块最后的一块浮木。那我常讲说，也许是那样的状况，所以我进来超马，我
坚信不疑，这个就是能救我。我真的一直忏悔，忏悔我害那么多人，去损失了那么多钱。那我自己也损失很多钱，我们家人也损失非常多的钱。但是我发现，我在当中获得的是，我们家人完全没有人怪我。我姐知道的第一时间只有问我说：“阿里钱拢无去啊，阿里变阿会想我，阿你怎么办？”那我哥哥还给我了10万块，说我的贵礼器。以前我没有感觉我跟我们家人家的感情有这么好，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我觉得超级无敌感动的啊！那我很乖的，真的。什么上课啦，做什么啦，该做的我就跟着超马跑，是我追着超马跑的，还有活动我就追着跑。在12月22日我就收到不起诉的处分书，而且所有的同事里面是我第一个收到，那我就赶快通知他们。其实我今天原本要来分享的是，因为讲到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幺，我是被跟刚两位一样，我们是被宠大的坏孩子，所以就是心肠是好的，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从小是被受宠的那种娇跟习性，你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但是我跟我其他兄弟姐妹都还不错，那我们其他四个兄弟姐妹跟我大哥不太有往来，那我只能就是我妈妈跟他住，我妈住1楼，他住2楼，那我们回去陪我妈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打招呼他就上去的这样子。那也几乎好多年不讲话。1月21日那一天在这边上网络共修的课程，那超马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后来发现老师在讲话，他可能讲了2个多钟头，他讲的一句句都很有道理，可是他有某一句话会敲在你的脑袋上。那一天我就听到一个兄弟姐妹要和睦是最基本的，是很重要的。那天晚上我们是礼拜六回家，我就固定会去陪我妈妈，我们全家人都会去跟我妈妈吃饭。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小心翼翼的在处理我们所有兄弟姐妹跟我大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哦，我觉得很惭愧哈。我妈85岁，那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很糟糕。但我回家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能做什么？那隔天早上刷牙洗脸结束之后，看着镜子，老师叫我们天天要照镜子，看着镜子我眼泪就啪啪啪啪就掉下来，我立刻就上楼去做的忏悔，跟就是对我们这段家庭关系做的忏悔。那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巧，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那一天我后来就出门，我女儿还问我说：“你为什么忏悔要一直哭？”我就说：“因为我做错很多事。”我就讲给她听，因为我们这样的关系导致我们的小孩对我哥哥他应该做的礼节上不太做到。那后来我去烫头发，戴上耳机，然后看了我的《弟子规》，就在讲第16章哦，他就讲。兄友弟恭，对，然后讲到《孝经》讲了一句话：“居者自其敬，样子自其乐”，就是要以恭敬的心，还有让父母欢喜的心去供养他们。天哪！我当下在烫头发，默默的擦眼泪，因为真的觉得很羞愧啦，因为让父母亲，因为我爸爸已经走了，前年走了，那我知道我妈妈。她是属于一个比较任劳任怨的传统台湾妇女，所以她也不太去讲任何人什么，但是她心里是难受。然后我当下那一天，我就传了所有的讯息，因为
有时候要一一去打电话跟人家说道歉哈、哦，有一点点好像不太好意思。那我们家的关系是我们只叫兄弟姐妹的名字，没有再叫哥哥姐姐。那我那一天就是把我看到那一段话，然后觉得不应该让父母亲去担心，然后我为了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叫过他们哥哥姐姐，为他们道歉。其实他们这个哥哥姐姐等了半世纪了，因为我50岁、啊、那我跟他们道了歉。那我觉得我讲完那些东西我心里是放下来愉悦的，我觉得没那么难。那后来在那个隔两天我回我妈妈那里去的时候，其实我在拖鞋，我就看到她坐在里面吃饭。那你知道很久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了没？而且我有说过我会叫她大哥。对，心里想说反正伸头也一刀缩头也一刀，我进去鞋脱下来我就说大哥，我先叫我妈妈，然后我就大哥大大声声的就叫出来了。那其实当下讲完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是释然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要跟不要真的就是在你心念而已，真的你心里的一念之间而已。那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去做了这件事，然后跟我妈妈坐在那边讲了很多超马的等等的。那我妈妈说我你敢，他说还好你有遇到这个老师，我以前想烦恼你，你性格有够歹。对，我这个同事他遇到我的时候，我的脾气至少改了3分之2以上，所以我脾气有多糟糕。其实我从11月10号到现在，我没有发过一顿脾气，真的完全没有。我在跟老师一对一的时候，其实老师有跟我说会有考验。对，那其实我这些时候不断的接受各式各样的考验，真的。超马不是像大家想的你做完很多东西就没事了、哦、就喜乐丰盛富足，没有这回事。你会不断的接受考验，不断的看你怎么走过来、哦、那我从不敢发脾气到无奈，就是无奈怎么又遇到这件事，到现在比较会包容。那昨天我女儿，昨天还算过年嘛，还没初六开工嘛，我女儿打破了一个碗，之前都过年，对，初五嘛过年，我女儿打破了一个碗，要是以前呢、啊、我可能就骂人了。然后我那一天我打破碗了，赶快你小心哦、啊、脚不要踩到哦、啊、我觉得对啊，我不骂人不生气也可以过好日子，而且你会觉得那种整个气氛比较好。好、哦、那我一直觉得我进来超马，真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你们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其实你真的要相信超马会带给你很大的奇迹。但是在这个奇迹之前，请你们做好你们的功课，因为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好、哦、那我们每年其实过年大家都会去求神拜佛嘛，不要说过年嘛，我们平时也去会烧香。你今天烧香也要出门买香买拜拜的用品，那你来超马你就是要努力的去读完那本书，然后努力的去做心法，努力的去忏悔发愿，然后最重要一定要充满了爱与感恩。那为什么会不发脾气？因为我发现当你做了爱与感恩之后，你这么多可以感恩，这么多可以爱，你还有什么脾气好发呢？好，那我偷偷讲一件事，其实我第一次分享12月29在这边分享了那个我官司的事情，然后的那个周六31号我坐在那边的位置，那个周六上网络公修的课程。我本来这件事是不讲的，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彰显天地对我们的爱，而且真的很多东西不求自得。我二哥其实被我前面公司也有倒了100多万，
但是他那一天我在上课，然后下课有个位阶来电，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说啊，拍谁？我住在胸口，没有接到电话。他说没有事啦，我是跟你讲哈，你去你们家那里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问问看房东要不要卖了，然后我会出钱把它买下来，让你住。虽然到现在就是我们房东开了一个很离谱的价钱，所以他没有买。可是我二哥那个人是他说到就做到，那我觉得这种东西，这真的是老天爷的安排。虽然我住淡水吧，但是坪数也不大，好，但是也是要5-600万跑不掉。他愿意跟我讲说，你去看一个房子，我把它买下来，而且我告诉你哦，买我的名字。哇！虽然他有讲一句话，他说。以后你不住了，你再还给我儿子。但是你知道这种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天地安排的。那我都没有告诉别人，我今天为什么要在那边把它讲出来？因为我今天我有抽到一张牌，太阳趋吉卡，与人分享。哇！那我只能说，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奇迹，但是幸。就看你们相信与不相信。那我在最后要告诉你们，当初没相信马云的人都很后悔。那现在不相信超马的人，以后会更后悔。以后会更后悔。那我觉得我们老师很民主，那他也一直鼓励大家，你进来试，你进来实修实练实证，你给自己机会3个月。如果你真的没有看到结果，那门就开在那里，你想走就走吧，你有更好的法就去吧。好，那我是一个从不修行的人，但是我今天愿意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我在超马重生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超马，然后进来超马，相信超马，你们会得到喜乐丰盛的富有。谢谢。给文琪的分享，那大家知道看到他还有可能生能物尽吗？没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刚刚跟他就是稍微聊一下，就我觉得他真的变得非常的亲近、亲和力。对，我觉得真的，如果自己自身的那种爱跟感恩的能量很强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散发给其他的人，让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能够很舒服？那是不是就不会让别人起了烦恼心？那我觉得真的如同文琪所讲的，我们进来这个超级正乱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实修去实练的话，其实最终获得是导师吗？是其他志工吗？是我们自己。因为呢，我们只要愿意相信呢，奇迹就在你自己身上。也邀请那大家呢，就是第一次来的朋友，那也可以愿意就是加进入我们的超级生命码系统，也可以就是这样不断的去传递爱跟感恩的。接下来就是邀请到就是我们的美珍姐，看到美珍姐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有亲和力，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温暖。然后其实我是看到当初呢，她与先生就与家修的情形，她先生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认同。可是到他愿意就是参与整个我们超级生命码的活动啊，还当摄影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的改变是不是一定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改变之后就能影响他人？所以也如同就是前面的分享者温琪所讲的，因为他自己改变的，他愿意去反求诸己的时候呢，是不是呢所有的回馈都在你身上？对，那我们就请那个美珍姐帮我们分享，就是她在超级生命码的突破。还有各位在座的超马家人们，大家好。好，美珍，很感谢呢，就是今天晚上的邀约，也感谢呢，就是大家在这边聆听。首先呢，其实我会进入超马呢，我要感谢妮娜，杨芷玲，哎，然后为什么是一个偶然的因缘，然后参加了一场那个老师来台湾的课程。然后后来呢，下课之后我就到外面买一本《超级生命密码》。那回去之后呢，你说我看了会怎么样？会有很天大的一个奇迹出现吗？其实没有。我看了之后呢，其实好像似懂非懂，但是我就很隐隐约的就觉得这本书好像还蛮不错。
可是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直到就是后来呢，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这样看看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怎样哦，可是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掉下来，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每天会很期待的去看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呢，我是从头哭到尾，并不是一个很伤心的那种感觉，不是，而是那种感动是打从心里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看书，可是这种的看书的方式是还是头一遭，然后呢也有参，就是跟朋友去跟老师一对一，可是一对一的时候呢，老师一直鼓励我参加读书会，可是当下呢，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参加读书会，如果要去读书会不在家里自己读就好了嘛，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参加读书会，然后直到那个就是后来我觉得我还感谢婉丽，有一次呢，我是误打误撞，我看错了，我常有点那个大台湾叫大标心经啊，我就没看清楚，然后婉丽那次是在长安东那边的一个就是我以为那是一个课程，我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是要跟婉丽约了之后才能看的，然后去了之后婉丽给我一张那个两张的 paper， 就是做心法，然后步骤一二三，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做，然后做的时候其实说你说我真的有感悟吗，也没有，因为我自知鲁钝，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我很感恩天地对我的一个疼惜，这可能自己要去感受，因为我觉得说导师常常讲说你可以不相信超马，但是请你这样去做实验，然后后来我真的去做了实验，有一天我到了我们家楼下，我愣了一下，我以为我看错了，太阳不是太在那个太阳，我竟然可以看到一个蛋黄，然后我就把那个眼镜拿下来擦了擦，然后看还是一样的，我竟然直视太阳将近五分钟，你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吧，那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在诉说着什么，然后又有一次我去花莲出差跟我的朋友，那天是下雨，然后因为我在车上，我搭火车是不会睡觉的，然后下外面都是蒙蒙的暗暗的，然后阴雨天，然后我就对着窗外那个就是那个无忧马号，我就对着外面说太阳公公你在哪里，我就一直叫说心里啦，不是只有在车上叫，在心里说太阳公公你在哪里，你知道吗，很神奇，在昏暗的天空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光，然后之后呢就真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分享上面看到一个雪人的那个太阳公公，对，我就真的拍下来，然后我的朋友呢他想要跟他说哎，刚刚有太阳，他说你骗人，我就是拿照片给他看是真的有，那是我第二次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太阳公好像真的能听到我的呼喊，然后有几次我又一次真的走在路上，我从背后就觉得好像一道光直射我后面这里，然后我转头过去，太阳公在我后面，然后一瞬间就不见了，而且那股的温暖是从背后植入我的心里，你知道那时候我不由自主眼泪又掉下来，那种的是一种温暖，一种满满的爱，那种呢真的是你们一定要去感受，我讲的不是天方夜谭，是真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很铁齿的人，然后过去呢我也没有说特别去参与什么样的一些宗教，直到那超马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发生在我个人的是像刚文琴有讲过脾气这方面，其实坦白讲我脾气真的是暴到不行，然后个性又急，就像导师看到我上说你个性很急哦，我说有吗，我就真的这样跟导师讲，后来呢接触到超马之后我也做了心法，每次在做心法方面尤其在忏悔的时候，那种的眼泪是真的不由自主掉下来，可是呢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我哭，为什么我掉泪，然后慢慢慢慢的当你在做心法之后破了之后，那种心里的舒坦跟坦然跟释怀，那是真的不是用轻松两个字可以比拟的，那好像是累生累世在你的那个身上，就是心底里面有一层阴影或是一种枷锁，对，枷锁被释怀了，被打开了，然后就是接触超马之后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其实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是我的个性，自身的个性，以前呢在我看来哇不得了，可是很神奇的是现在不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我都这样子很安静的很静静的在看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改变，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个人改变是真的必须要你的近亲或是你的朋友来告诉你，哎，你以前不是会怎样怎样，现在怎么都好像跟你无关，好像坐在那边泰然处之，事实上是跟我是我先生，
然后我先跟我讲说，其实刚开始我接触超马的时候，他说我被洗脑了，然后我只跟他一起说，你认为你的老婆是这么被容易被洗脑的人吗？他说哎也对，然后后来我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你好像很久没有对我发脾气，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以前对他常发脾气，我不知道，因为那生活上是种习惯，然后是因为我觉得老丁也是很疼惜我，让我嫁了一个好老公，他真的是很疼惜很包容我，可是呢人呢身在福中不知福是真的，那是超马让我醒过来，发现到说原来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公，对，然后他跟我说超马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会让你改变如此之大。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买了两本的那本超马，我一本给我先生，一本我自己看，然后我先生是看到大概是在应该说10月份左右吧，那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我改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自己去看，他说什么让我改变了，我说我说不上来，但是我就觉得他可以让我心情很平静，也可以让我好像看到很多的一种看不透猜不透也无法静下来的一些心理的结，然后我现在就开始看，刚晚晴晚有讲说12月那个24、25那一次，对不对，太阳顺着导师他要拍照嘛，后来呢我现在跟那个导师这样子就是我们大概有相处的一些机会嘛，结果我先生他说他终于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改变，他觉得太阳镇导师的这位导师呢，他呢他真的是太和蔼可亲了，而且呢他的话中呢总是那么的轻松自在的，一句话就点过，哎，你要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就像那天他也有讲说他跟我先生在互动的时候，所有在场都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结果我先生好像傻了说什么老师你讲什么，然后导师也是很平易近人，就也是这样轻描淡写这一一去解说，所以说真的那天之后呢我先生他很认真的看超马，而且他那天看完之后他突然跟我说感恩你介绍我看超级生命的真的，然后我愣了一下，他说怎么了，他说他很感动，而且呢从那天开始之后你知道我先生哦每天都跟我说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很开心，但是就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因为他常问我说你快乐吗你开心吗，我说我很 happy 那个法喜充满喜乐丰盛，因为我在家里常常会唱喜乐丰盛这首歌，我做心法我会唱喜乐丰盛这首歌给太阳公公听，他还是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如果你跟那个太阳公公相应的话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是真的。好，那这是我在我个人跟我的家庭方面的改变，然后我要再讲一件事，这是发生在过年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我住的是乡下，我到台北已经很久了，我爸我妈因为意外就相继走了，然后我妈妈在临终的时候她一直有个心愿，她一直想要帮我们的那个，她希望我们的那个就是我哥哥可以回去帮我们老家重新翻修，那我哥哥呢因为也个人的关系，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去翻修，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结果今年过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们家竟然翻修，我不知道，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感动，而且你知道吗我跟文琪有点共同点，我们家的小孩子都其实感情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中间好像一个 gap 就是一个缝隙隔阂，对，道歉，对，然后我56岁，可是呢我哥哥呢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姐兄妹没有真的去说问候或怎么没有，那今年呢我回去的时候我真的很不由自主就抱着我哥哥，我就跟我哥哥说真的很感恩很感谢你完成了妈妈的心愿，然后我哥也很感动，因为我们从兄妹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子这么比较，说不要说去那个握手或什么根本不会去说什么拥抱的，不会，然后我三姐我大姐看到我这样子也纷纷都跟我哥哥去拥抱，我哥哥我看他那眼睛都已经有点泛泪，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所以我觉得说接触超马之后我觉得我每天没有做特别的事情，我只不过落实做心法，然后呢去看弟子规，然后把心法导师所教育我们的还有太阳旭老师所教育我们的落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我觉得我有时候当有一些境发生的时候真的就不免会想到蔡宇旭老师所教导的还有导师所教导的，然后就用平心静气去看待境的一个世界，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太阳区域卡真的是很神奇。当你心中有所疑问的时候呢，你去跟他互动的时候，他真的会给你一些开始。真的，一次又一次，他总是这样的温和的，充满他的爱跟温暖，来告诉你你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你也很神奇的，你的心呢会有一些就是天地间会给你一些讯息，你好像就突然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是豁然开朗的。所以呢，在座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真的是要加入超马的一个大家庭。导师常讲说不要把它讲得太神奇，但是我真的它就是这么神奇，就在你的心有没有真的是敞开你的大门去接受天地所给你的祝福。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真的要很感恩妮娜她的引领，让我接触到超马这个大家庭，然后我也很感恩天地宇宙的一个疼惜跟引领，让我能够进入到超马，然后跟随太阳式的导师传播爱与感恩。因为那种的一个喜乐真的就是喜乐丰盛。借由在这边呢跟各位拜个年，然后也希望呢在座的各位呢，你们已经有幸这么幸运的能够进入到超马这样一个大门，这样一个家庭，真的不要放弃。然后呢就是呢希望呢在这里祝愿各位未来能够充满喜乐，充满丰盛，法喜充满感恩。谢谢。好，我谢谢美珍姐的分享。那其实真的当你能量一充足的时候呢，那种喜乐的感觉不求自得，真的会一直不断的浮现在你的身上，而且你会不自觉的想要露出笑容。然后就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起来的时候，然后别人还觉得你在干嘛，或者说别人怎么会一直在看你。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如同前面所有的分享者所讲的，当你愿意踏入我们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的时候，而且愿意实修实练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快乐是可以从自己然后散发出来的，你不用去靠外面求，只要自己充足就可以了。那其实最后呢，邀请各位分享者，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他。那我们接着呢就请那个王丽姐来帮我们做分享。老师好，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好。好，看到今天前面分享的真的非常感动。今天我早上抽的是区级卡，就抽到圣使，一切都是从开始。那也许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告诉自己我是如何接触到超马，就是生命的一个很低潮的时候，我接触到了。我当时不是，那这个故事要说到20年前，我被同一个老板 fire 两次，对，然后被 fire 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工作的第二春？我是因为要找工作的第二春，所以呢，我才连接到淑丽姐的教室，刘先生的。那当时是透过我一个离职的朋友，因为我说我要找第二春，所以我就问这个朋友说有没有一个教室是可以有美容的，所以他告诉了我有淑丽姐这个教室。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心里就刚刚有人说的心里很慌。那我要讲我为什么会很慌，因为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被爱，我的父母亲因为我们这个年代都是比较重男轻女，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自己觉得哈自己没有被爱，所以我在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恐惧，我们讲那个叫恐惧。所以我生命到了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还是把这个恐惧带入了婚姻，我不是带着爱进入婚姻，我是带着恐惧进入婚姻。所以可想而知这段感情其实大家也可以能够了解。所以我当时在我的感情出了问题的时候，我在找生命的答案，什么答案我不知道。因为今天听到很多人真的都很感动，然后我为什么就我的生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我刚说的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找。可是淑丽姐常问我说你究竟在找什么，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我要找到一个帮助自己但也可以帮助人的方法。
淑丽姐常常说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为什么你要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不断的去上课？我说我要找答案，答案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找到。直到2011年，我刚刚说我另外那个朋友，我刚刚说我要去上课的那个朋友，因为他说什么都要去美国，所有人都觉得为什么他要去美国，他到底有什么原因非要去美国不可。我现在知道答案是为什么了，因为他要帮我连接太阳神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说有一本书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个，都觉得他说的话我们有打折扣。那包括他也跟淑丽姐说有这么一本书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怎样拒绝。然后他就使出了一个杀手锏，他在博客来订书，然后订到我家的 Seven， 我就怎么样，还非得觉得一定要去。可是当我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撼，我也真的是从头哭到尾。我觉得怎么会有人把书写得这样的用力，那种用力是感觉到他对生命、对这个民族跟对这个世界的呐喊，感觉他很急。可是只是我的感觉是到底在急什么，可是我感觉到的是这本书真的很不可思议。所以当时我第一次跟导师视讯的时候，导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哎，环境你好。我说，哎，导师好。然后他说台湾的读书会就交给你。我当下就觉得他什么是读书会，什么是台湾的读书会。所以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哎，淑丽姐的教室有人有教室，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读书会。然后我觉得就这样慢慢的布局。可是我觉得在我生命中最大的改变，我还是要谈到我们说真的人离不开命财官科。怎么说，当我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今年过年是我感触最深的。为什么？其实我刚说了，我刚前一段婚姻，虽然我离婚了，可是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我们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关系。包括我每一年的这个叫什么，过年叫做除夕，其实都是在围炉，都是在这个家里过的。而且我跟我公公婆婆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紧密，那个叫紧密，因为我们每年的初一都会去公公的那个叫什么塔那边去祭拜他。那我每年都会跟他讲我们去年发生的事情，我几乎每一年跟我公公讲话就每一年都哭。那为什么会哭，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感动，说这个家庭对我的包容，对我的爱。然后我也跟公公说读书会的一些事情。那我公公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其实他写了一个字叫行善天下，他期许我可以行善天下。所以我觉得我公公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所以我一直把他的这些话都记在心中，很感动。所以我们刚说的，淑丽姐问我说你到底在忙什么，可是我终于知道我在忙什么。我说忙着找到什么太阳圣德导师，我忙着找到超级生命密码，把爱跟感恩落实在自己的生命系统中，而且也帮助到我认识的这些朋友。而我今年为什么会感触这么深，因为我的家庭我有八个兄弟姐妹。那八个兄弟姐妹，其实我们要想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他刚刚说的，文琪刚刚讲的跟那个，我们都可以很能够体认到那种家里很多兄弟姐妹不一定都是很怎样很和气的。我一直有一个心中有很大的一个念头，就是希望我的家庭是和谐的。然后我不断的抛出这样的念头，然后我今年回娘家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愿望成真了。然后我看到我的家庭的兄弟姐妹，真的我会觉得说这是天地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就会觉得说母亲的身体健康了，然后兄弟姐妹和睦了。你们可以想象刚刚 Stella 讲的或是文琪讲的那种，你可以跟兄弟那种可以拥抱可以共好那种感觉，以前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常跟自己说，我们怎么会那么幸福，今天进到了草马
之后，其实这些人跟人的关系都变得那么的和善。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的力量，都是天地的力量，而且很多东西是不求自得，包括我的工作，前阵子到现在，其实人员都还是一直在流动中，可是我跟自己说，一定天地要把最好的人留给我。那其实有一个三月份要来上班的一个这个新的工作人员，他今天已经到了，虽然我们有四个工作人员，已经有三个都在看超码了，然后我也觉得说真的，可能我的办公室如果不是看超码，他真的也许，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精神障碍者，可是他们都是很单纯很可爱的。然后我一直也跟自己说，我去年106年度过了一个非常低潮，因为从无到有，可是我也觉得说，如果今天不是天地的力量，我也许在去年真的就无法熬过来。但是熬过来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些都是一个你必须经过的历程。就好比刚刚我说我被同一个老板 fire 两次，如果今天我不是被他 fire， 我无法认识到淑丽姐，我那个朋友就不会吵着去美国，不会吵着去美国，我就连接不上这本书。所以我当时遇到淑丽姐跟这个朋友的时候，我也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连接到他们。后来今天其实我就跟自己说，原来其实这些都是已经都安排好了。那安排好的时候，这些包括淑丽姐的教室，后来我去104年北中南的一个读书会，我觉得这都是天地的安排，一切都不是我们多厉害。今天我们能够配合演出这场春秋大戏，大家知道我们未来是要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除了只有善，为人着想，还有站在大众的利益着想的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如果我们今天都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分享一点点，其实我今年碰到的安璇姐也是一个奇女子，这样她都说她没有念过书，不会讲话。你们刚刚觉得她没念过书不会讲话吗？对，我常说她这个叫很会装，她都先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其实什么都会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跟她多学习，这个叫装糊涂才是一个真智慧者。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很多事在超马里面，也觉得让自己真的在这边会学习到的，就是你不邀功，你做的这件事情你怎么有功可邀呢？如果刚刚所有的人都说我们感谢万物，感谢这么多，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包括我们的脾气，包括我们的家人都变好了，这些谁给我们的？都是天地给我们的。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还一些零头而已。所以我常常说，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本分事。所以刚刚套一个安璇姐说的责任嘛，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你拥有了这么多，你不去分享，爱会因为分享而越来越多。我相信，而且我们因为每个人刚刚所有人都说，哎，我脾气变好了，那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了。你们想不想别人也跟你一样好？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变好了，我们想把这个好分享给我们周边身边的每一个人。真的，因为当每一个人都变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好有希望，好有爱？如果每一个人讲话都是这么样的温柔，这么样的体贴，这么样的包容，你会觉得这世界因为这样而变得美好？会。对，那不管世界外面成什么样子，别人做错做对都不关，不能说不关，而且那个不要去做对立，而是我们就真的是就像安璇姐所说的，不断的反求诸己，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一定是我没有把事情做对，而让别人没有办法学习，而让别人没办法跟进。今天没有人来听超马，或是没有人知道爱跟感恩，是我们自己演的不好。而我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包括我的工作当中，亲子，哦对啊，亲子关系现在，对啊，以前孩子都会跟你怎么大唱反调了，一言九鼎嘛，因为我的大伯他们住我楼下，他说
最近你们楼上很吵哦。我说为什么很吵？我都听到晚上你们都在讲话，因为以前没有讲话声嘛，现在开始，因为我都10点11点才回得到家，聊天也只能趁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就会听到我们聊天的声音，或是哈哈大笑的声音。我相信是你改变了，其实你会改变了生活周遭、身边周遭的人。啊，所以这样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每天，刚刚有人说了嘛，哦，是 Stella 的老公，或是你们都觉得每天都怎么样？很快乐。你也搞不，你也莫名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那个快乐就是天地爱的能量在你的灵魂深处。我觉得如果今天新的朋友你们来，能够愿意把心门打开，把这个东西带回家，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家人，改变你的社会，改变你的外围环境，其实你改变了。这个世界就因为你改变而改变，对。那这个世界就因为你有爱，所以大家都因为你的爱而变得更能够体会爱的存在。其实爱永远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感受到。所以超级生命密码讲的就是爱跟感恩。如果我们没有感恩，我们真的不晓得爱的存在。爱不因为你认为它存在而不存在，它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在这边希望今天新的朋友把心门打开，好好的把这本书啃到你的生命系统中，你会看见。我刚说了三个月是吗？老师其实有说，快则3天，慢则1个礼拜。你只要认真，你一定会看到自己改变，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你觉得说，不管你相信与否，你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文琪说的，我也没有路可走了，我今天只有把它当成什么？你刚说什么？生命最后的浮板，他就抓到了。那我也希望你能够，你不要等到你生命最后的浮板你再去抓。所以要老师所说的，有时想无时，莫在无时想有时。好，这个时候当我们很富有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到一个我们可以更富有的一个方法。好，所以你看，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如果大家知道这一堂课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或者说也许今天分享会也改变你的命运，就像文琪11月10号他就改变了你的命运。你如果想你的命运翻转，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机会，相信去做。那如果你相信了去做了，你还没有找到答案，那你再说这个不适合我。我觉得大家都要给自己一个生命灵魂翻转的机会。那在这边真的给大家拜一个晚年，也祝福大家，也希望新朋友可以将书能够好好的深入到你的生命系统中，改变你，改变世界，改变一切，改变未来。谢谢。谢谢那个婉丽讲师的分享。其实我觉得真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你在每一个角色扮演，如何能够去扮演好？是不是婉丽姐呢？她是不是在她的工作职场上面，在她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是不是透过超级生命密码一点一滴的改变，然后去扮演好她的角色？我觉得现在看到超马每一个女性，我觉得真的越来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温柔。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呢，在外面其实真的没办法是用钱买得到的。这个真的是自己心中自由的那种富足，你才有办法那种散发出来。这种是内在由心散发出来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们透由像今天前面几位分享者的分享，是不是大家都对超级生命密码有更多一层认识，而且会更加想要去了解。那其实我们办这个分享会的目的呢，就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因为听到我们的分享，然后能够触动到他，能够让他有一丝丝想要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的希望，我们都愿意大力的去邀请他们来一起参与我们读书分享会。那刚刚呢，婉丽姐是不是有说，就是原来富有真的可以很简单？就在我们4月1号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刚刚前面的分享者所说的，原来老师这么的有幽默感，这么的有亲和力。在4月1号当天呢，有老师的主题课程，那也欢迎大家呢，就是也可以来就是共同聆听。那接着呢，这个惊喜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就是刚刚讲到4月1号是不是有老师的课程？对。那接着呢，我们现在就要抽3位朋友可以得到4月1号的这一个讲座。哇！我们谢谢大哥跟雅珍姐，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恩他们能够如此的
大力推广。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四月一号的课程的票。那我们就请徐大哥，徐大哥帮我们抽奖。好，跟大家讲两句话啊。第一个就是四月一号太阳圣人导师在台北的一场讲座，它有两个意义啊。那我先讲第一个意义，你看这个题目叫源头，富有可以很简单，不想富有的请举手。都想要富有啊，不管是在心灵上的富有，或者在生活上的富有，或者生命上的富有，或者物质方面的富有啊，这个富有是可以很简单而得到。问题是你可不可以跟这个源头接引？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课程啊，这是太阳顺德大概三个多小时的一个讲座。那来了就是你的福气，就是你的福报啊！那你会了解到，如果你跟源头接上轨，你的富有哈、啊，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我刚刚讲的是富有，就是不求自得，这是第一个意义啊。第二个意义，太阳顺德导师不是一般的人，他有他的神圣的任务，有神圣的使命。今天他放弃所有的事业，放弃很多，而愿意在世间来推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爱与感恩这两个关键的密码，有它的意义。那这个来上课，你可能因为来听这个课，啊，你会接受到一些能量的一种提升啊，因为一切都是能量啊。那这个能量的这个提升之后，你可能因为参加一场的讲座的课程，你很多的开关被打开，你很多的观念改变，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会有很大的一个奇迹的改变。而这个不是在这里随便说的，因为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有数不尽的志工，数不尽的家人，都因为只是上了一堂课，我们还没有去什么去上课啦，在做心法啦，这个那个的，你只是上个课，而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命运。所以来上四月一号太阳顺德老师的课是机会难得，是很难得的机会，这里面有他很深层的意义。那既然各位今天有因缘会来到这个场地，你是有因缘而来的，你就不要错过这个因缘啊！那从今天的这个新人来的这个结缘，后续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活动，而这些活动啊，都是为了让你的生命，让你的命运啊，让你的一切一切会越来越好，而且不是为了这一次，为你的生生世世都有一个完全的蜕变，大翻盘啊！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天远文化办这个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哈、啊，纯粹就是为了在乎你，真的是希望你的生命蜕变而变得越来越好，而且这是真实不虚，是科学实证可以做的。而这个里面我们都有太多的实证，太多的案例啊，所以邀请大家来听听这些案例的目的。希望你能够了解到在这个世间还有这么样的一个来自宇宙的秘密，来自宇宙的密码。那你拿到这把钥匙，你去落实的话，你的生命会因此放光芒，你会因此生命啊完全就改观。谢谢。好，谢谢大家。然后今天的这场分享会呢就这样结束了。那其实真的如同大哥讲的，真的是起点不是终点，所以呢也希望呢我们在三月十四号呢跟四月一号呢也可以见到大家呢，也欢迎邀请大家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谢谢。